准确说，这是故事的场景再现，而我们只是身临其境。来吧，集中精神，平安夜的钟声就要敲响了。孩子们做得不错，圣诞老人会。昂热，你过来一下。主教大人好像特别喜欢昂热，真偏心。那小子不就是个书呆子吗？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嘘，小声点，别被听到了。昂热，据我所神晚安，主教大人。Thank you.
你看这次的排名了吗？榜首啊，又是那个叫什么？希尔伯特让昂热，上次也是他。他才14岁，怎么可能呢？他有些没用啊。既然能靠家里的操作入学，那提前拿到考题也不是难事。但他很低调啊，谁都不知道他的背景。也有不少人猜他父亲是不是哪位报纸或者轮船大亨。前天听说啊，他其实是个孤儿，只多过向主教献媚。看看这是谁啊？这不是我们的天才少年昂热同学吗？天才少年，请问有什么事？马上就到万圣，我不参加。是因为，你这是做？不要浪费时。你神气什么？我你一辈、啊、奇怪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最近的万教授，谢谢教。像你这样专心进取的学生不多。这学习中真是令人甘拜下风，五体投地。之子不幸暴尸伦敦街头，疑遭仇人报复。一直水火不容，会不会是那家伙？喂，小子，走路怎么不看路啊？道歉。喂，听见了吗？不道歉可别想走。我没事，不要想替他走。梅涅克·卡塞尔。希尔伯特，让·昂热。咔！哦吼！这就是命运的邂逅啊！卡塞尔学院的伟大诞生，就是从这里。抱歉，我不，没关系。今天可真冷，一起去喝杯咖啡吧，我请。好，我们走。卡塞尔学院的伟大诞生，就是从这里埋下的种子。